媳妇咋还是？哎呀，你为了减肥三天三夜不吃饭呀？你称呢？这。哎，媳妇儿还是110。我都饿了三天了。不管用。哎，这个。对，把这卸。还是110。等一下，老公，快！哎呀，媳妇咋了？这是？这，来上。哎呀，媳妇瘦了10斤。真的吗？你谁呀？媳妇啊？不是我媳妇吧？我刚刚卸妆了。你卸妆就卸了10斤啊？啊！今天咱们要打通宵，我让明天早上。我可是听说了，你要是回去晚了，你媳妇让你搓衣板。哎呀，真的，病里了，没事，我要法宝。哦，你法宝呀？嗯，四九。来，糊了。又糊了？嗯。来，继续。老婆，哎呀，幸亏还没有起床啊。哦，我回家啦！二平，你又打了一晚上麻将吗？哎，你一天什么都不干，就知道玩麻将是吧？啊，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你？啊！不打了，媳妇儿，解气了，那我可就脱了啊！媳妇儿，我衣服也脱不下来了，快！脱下来了呀？哎，穿太多了。不管你，哼！哎，媳妇儿，这咋办呀？这衣服也脱不下来，这么厚。这个得撑伞。这好，那是他的半袖。哎呀，啊！书记在撑伞，加上我的加练的柔了。哎，你不用多谢。哦，站住！今天砍了多少分呀？我看看，刚才60分呀，出去！爸，红烧猪蹄做好了没？我考了80分呢。做好了，快了。多吃点，来。姑娘，多吃点。哦。嘿嘿。爸，我考了100分。考100分呀？嗯。爸带你去下馆子，走。
1974年霍金提出来的。那么，黑洞是什么？各位可见大学生，对，就是你。无知，不需要读书。你爹娘拿钱来叫你干什么来了？坐下。你回来，你站起来。闭嘴。黑洞理论是哪一年提出来的？1974年。这位同学，1974年是谁提出了黑洞理论？这位同学。那么1974年霍金提出了什么黑洞理论？你问他们都是假的问题。闭嘴，无知，不学无术。你爹娘拿钱来叫你干什么了？坐下。那么这节课咱们讲一下高斯方程，之前大家都温习过了啊。嗯。这位同学，高斯方程的性质是什么？高斯方程是由正则起点的二阶线性微分方程。哦，明白。这位同学，高斯方程都运用到哪些领域？很多方面都有运用。例如，物理方面。明白。那么高斯方程是怎么导出来的？这位两大的同学，哎，对对，就你。不会，你每次都问我这么难的问题，答不了。无知，不学无术。你爹爹拿钱来叫你干什么来了？坐下。这位同学，你上来把它导出来。完全正确。还是他写错了。闭嘴，我最讨厌不好好学习还讲道理的人。站起来，向后转，这节课躺去。就为他们好呀，就是，咱们今天得刁难一下。对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好。哟，这不隔壁饭店二平吗？来挑刺儿啊？啥挑刺儿？我来照顾你家买卖不行啊？行行行，点菜吧。啊，我要一个洗不干净的菜。我要一个煮不熟的菜。我还要一个。听不见的菜，我要一个以一当九的菜，就这12个菜，上吧。不是13个吗？不对呀，就是12个。这两个不识数。你玩我来。稍等。看我怎么上12个菜，就是，气死我了。以一当九是韭菜，煮不熟的菜是生菜，洗不干净的菜烩菜，听不到的菜木耳。12个菜上齐了，请慢用。这都被他们破解了。我脑子够聪明，哎呀，难受啊！再想我找他们，不吃了，走吧，走。穿进3根奖50，穿进10根奖200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穿针引线。哎，对，穿针引线。穿10根奖200。对对对。来玩会儿。你要玩一次多少钱呀、一次10元。10块。嗯。给。哎。穿这根线是吧？哎，对。穿吧。哦。
十根，穿好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这干嘛的呀？飞行员啊。这钱赚的真快。